欢迎来到女明星迪丽热巴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热巴宝宝危机，网友争论身材，女偶像不该发胖。娱乐圈狗仔队3月1日开工。刘大锤今天早上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视频，透露了迪丽热巴的最新情况。终于，怀孕风波变了。热巴深陷与黄景瑜的恋情绯闻，7-8个月不进组就被传怀孕。热巴随即被追捧，争论不休，风雨飘摇。热巴怀孕传闻从今天开始。热巴在刘大锤的电影中做广告，她披着披巾，留着波浪形的头发，她抿着唇，做出一个19岁少女般的可爱动作，五官完美如雕塑。拍摄结束后，她在片场穿了一件蓬松的外套，保护着自己的肚子。热巴的肚子很平坦，穿着收腰的紧身裙，一点都不像怀孕的样子。如果热巴7-8个月不进俱乐部就怀孕了，她就不该穿束腰裙。活动结束了吗？有网友问。热巴怀孕生子了，她还怎么拍广告？荒诞，我妹妹没有怀孕。今天的热巴号引发热议，昨天的动画片之后，我没有变胖，天天盯着女明星的肚子看，好难受，胖女演员不敢当。瘦女人看起来不会怀孕，去年她一整年都瘦了，突然觉得做一个没有自律和身材控制的明星很酷。再多的腹部脂肪也不会让人们认为您怀孕了。网友表示，热巴从去年开始就瘦了，大部分孕妇都长胖了。热巴的指控，好莱坞女星减肥瘦身变美，但每个人的身材都变了，女明星发胖或者小肚子会怀孕吗？近日网友们迎来了马思纯，她肿了，看起来怀孕了，谣言在她分享健身照片后结束。互联网躺在热巴和马思纯的伤口上，希望不要有人因为几张照片或一点小事就散布她的谣言。感谢您观看视频，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我们。